这个红豆是自己种的红豆，从来不割话梅，就为了自己吃嘛，咱们也不卖来着。完了开始磨的小豆啊，这里又搁蒲公英，晒干了之后到冬天用起来，搁水泡泡，掺到这里头。和我记着豆腐不还有一道工序是应该拿那个纱布过滤嘛，然后拿那个豆腐汁儿，就那豆浆才能那个弄豆腐。你说那属于那个咱们那个大豆腐。那叫大豆腐。那这个呢？这小豆腐整个浪的黄豆，整个浪的这里头，什么就全在这里头。没有做那道过滤的那工序。对对对。所以叫小豆腐。对。这比那个大豆腐好吃，是不是？它有嚼头，嚼完之后呢，有那种豆子的那种香味儿，那个回味特别的香香香香香。